停一下，今天第一个舞蹈先跳什么舞啊？啊，金达莱花吗？还是爱情鸟？还是什么歌呢？想一下。吴建波大哥、旺哥、明月哥，欢迎所有彩虹糖宝宝们回家！来，马上上十万人，马上九万人了，将手机屏幕把赞赞点起来！来，爱情鸟吗？爱情鸟吗？你们还记得吗？爱情鸟。金达莱花吧，金达莱花好不好？还是爱情鸟。我们今天还排了一个新的节目，我们还排了一个新的舞蹈，但是我怕我忘记了，要不要跳新的舞啊？我怕一下框瓢了，人都跑了怎么办啊？要不要跳新节目？手都点烫了，辛苦大家啦。爱情鸟是不是？马上十万人来，爱情鸟，蛮公平。你们还记不记得爱情鸟？快快，我记得。你记不记得？屯屯记不记得爱情鸟？不记得，不记得。屯屯不敢上，屯屯不可以上，他不记得爱情鸟呢。小爱记不记得？我正在顺动作啊。完了，十一万人了，谢谢妹 MM 大哥，感谢。哎呀，我的天哪，我们来看爱情鸟来。爱情鸟谁记得啊？等，呜，音乐声音再大一点，呜，来，我们头顶圣黄色爱心先把粉丝牌加一加，等一下八点钟到九点送出你们免费的人气票，好不好？呜，十二万人了。太嗨了，这个音乐啊，嗨的我都停不下来了，家人们停不下来了。我们现在开始，每次我们刚进来直播间前面十分钟疯狂点赞来，双击屏幕点点赞，你的财富有千千万，双击屏幕点点赞，唐毅每天跟你把歌唱，每天帮你把舞跳，合不上了怎么？十三万了，我看看，我们刚开播。不唱歌不跳舞，我们的人气能上到多少啊？我开声卡了吗？我天哪，把声卡关了没声音呢，你们听啥呀？啊，各位大哥大姐啊，把声卡关了的没
声音了。来，我们站站有没有100万？100万还没有吗？450万了！呜，500万的冲一冲！不是唱爱情鸟吗？不唱，我们来跳爱情鸟啊！来，场上14万人啊！手机屏幕看看能不能把赞赞点到，点到多少万？1000万！哦，马上15万了，家人们来，15万就来唱跳好不好？我就来跳第一首歌，谢谢大家把屏幕都点坏了，还在给我点呢，你们太对我，这太爱我了，真的爱你们啊。我们来唱一个跳一个爱情鸟吧，好不好？来，爱情鸟前面跳吗还是后面啊？来，准备好，马上15万人。哎呀，谢谢 M 哥！来，还差2000人，15万人，谢谢邱墩墩。来，准备音乐来，谢谢浩东，一首《爱情鸟》送给大家，来吧 ，Are you ready？一起来，等一下我们跳完这个舞蹈马上就来冬天里的一把火，行不行？因为我今天穿红衣服啊，好不好？跳完这个舞蹈就来一个冬天里的一把火，来，马上13万人，来，把状态找回来啊，状态找回来，来，第一个动作怎么跳的啊？然后呢啊，对，然后动作呢，来，马上13万人啊，谢谢大魔头，感谢我的霸道女总裁。来，马上13万了，一首，这个老歌叫什么名字啊？答对了，这首歌的名字叫答对了。哎，你先别放了，因为这个歌一开始放就要跳了，每次都来不及那个动作啊。来，小爱，你还要喝口水，那我也要喝口水，来。哎，我的水去哪了？来，我的水，来，我们喝口水压压惊，然后我们来跳一个新舞蹈啊，可能会跳错，等一下啊，放点小音乐行不行？啊，新舞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答对，你先别放，我要放话筒。答，我拿这个不行，拿这个。不拿这个，这个穿的红衣服不好，应该穿的啦啦队的短超短裙来跳啊！下次腾腾就靠你了，穿超短裙的那个，好不好？来，一曲，谢谢我华子哥。等等，你放音乐呢？怎么回事？真的是，哎，我好紧张啊，跳新舞啊！哇，华子哥！58级啦！这个不好，来，恭喜我华子哥沃哥升级58级，在我家升了啊！以后沃哥每一场升级都必须在我家升，知道没有，沃哥啊？沃哥都要在我家升啊，好不好？谢谢我华子哥。Ladies and gentlemen， 恭喜我们吴哥荣升为58级消费大佬。谢谢华哥，感谢华哥啊！来，吴哥，恭喜吴哥升级58级，打在公屏上。哎呀，一下到14万人了，怎么？都
楼下准备看我们跳舞，是不是？谢谢大魔头，感谢女女总裁。这个可以摸了，谢谢华哥啊，感谢华哥，来准备好舞蹈，来红帽话筒放下，屯屯你记不记得，屯屯你记不记得动作，我背了很久。你背了很久，今天你会不会做错？可能会。家人们帮我们盯着看啊，看我们谁做谁跳错了，我们一共六个人跳，然后你们看谁的动作不对啊，等一下就给我记住啊，给我记住那个人，知道没有？来，谢谢我华哥，谢谢老板娘，老板娘来了，又啊，谢谢，来，马上150,000人了，来，开始了，不能说话了，我们要跳舞了，我好紧张，今天的新节目好紧张。现在站站有没有2000万了？双击屏幕点到2000万来！掉花死哥，谁跳错了？告诉我！喂，我的耳机还有一个东西去哪了？我的耳机呢？来，谁跳错了？告诉我！谁说我跳错了？我的天哪！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们，我们把上面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大家记得把人气票送一送，好不好？谢谢华哥，感谢华哥送来的嘉年华，谢谢。什么？我跳错了？红衣服的男的，我跟你说，来，过来，明明是你们俩跳错了，他没错。我们说了改了，这个动作改了，你们怎么回事？来。田少没错，那两个跳错了。来，我们再来一首《冬天里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不好？谢谢 M 哥。不弃不离。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送给你们。我们最近排的节目太多了，你知道吗？我都串到其他地方去了，我都串了。等一下，你记得哦，你先唱哦。拿一个耳机耳麦给他，来，我们来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红衣服啊，我是红衣服啊，我跳错了，我确实跳错了。看看，屯屯今天没跳错，厉害。小爱没错是不是？你错了啊，今天那专业跳舞的错了，屯屯和小爱都没错，你看看来是不是？来，我们来唱一个《冬天里的一》。哦，你要搞多久？冬天你在玩火好不好？这个画质太高了，我跟你说，跟你俩用相机播和用家里用手机播肯定不一样的啊。用相机播的肯定清楚一点，看上去会舒服一点。平时我们在家里用手机播就很模糊，看出来啊，是吧？头顶上黄三星，还没有丢人气票的把人气票甩出来，一起助力打榜，人气票都10,000了没有？14,000来，我们都20,000人助力。哎，这个混响怎么这么大声呢？我天哪，这是发生什么了？这混响的混的我都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是在这混响不对，把它混响关小一点。啊，太难听了。小爱错了，小爱你错了。没有，我在旁边顺了好久动作，错了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错了，我错了。来，这个混响不行，好难听啊。谢谢华哥啊！华哥，喂，哎呀，好难听！这声卡是发生什么了？你觉得吗？声卡好模糊啊！是搞什么了？这个声卡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冲20,000人助力来，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打开，冲20,000人助力，马上1.5万了！呼！唐毅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咱们再把榜上的关注点一点，好吧？把我们华子哥今天升58级啊，还有 M 哥，还有华哥的关注走一走。来，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送给大家，回音太大了，你看他们说。Come on!
命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当你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们是真心喜欢我。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温暖了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里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聊点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嘿，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谢谢。啊，感觉我们都不知道这字在干嘛呢？为什么呢？好吵，是不是？很吵吗？怪不得榜上的大哥大姐，大家都呆呆的看着我们，这几个人在干嘛呢？这几个人啊，哎呀，我想给你们创新一下，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创新，你要不要看大家？啊，那个串烧吧，先唱那个串烧吧，那个他会魔法，还有那个什么串烧，月老掉下来啊。好，来，我们现在先把他们所有的关注再点一点，谢谢大家。我们左上角黄色小星星点开，先加一波我们的人气票，助力大棒来一波，哥姐们，谢谢大家。我叫小爱，在榜九，大家给榜九小爱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晚上好，我叫田少，我在榜十三，我是彩虹糖的一名唱跳主播，喜欢我的请点点关注啊，谢谢谢谢，辛苦了。Hello， 大家好，我叫屯屯，我在榜十一，榜十一的屯屯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我叫金月，我在榜十二，榜十二的关注点一点，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郝东，我在榜八，喜欢我的给我点点关注，谢谢你们。啊，谢谢大家点点关注。哎呦，我这个东西，哎呦。家人们看我是不是多节俭呢？没有，我准备别人要那个厂家要送一副耳机和一个话筒给我啊，然后我们就先不买了，等到厂家送给我吧，好不好？送一套新的给我啊，等一下坏了再搞重搞吧，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要不要我们一会儿再那个啥吧，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再来一个创新，好不好？然后先我们来一个串烧送给大家，好不好？来，你们还会跳吗？来一首月老掉线加他会魔法吗？送给大家。在干嘛？ 3, 2, 1 Let's go。
他会魔法吧，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云的飘啊飘啊，船的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吗？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车全助力团歌，或是月老的事儿啊，有财神来管，他的不加让你流连忘返，我这城里的范儿，爱上城里的玩儿，不过零食有一半儿，或是月老的事儿啊，有财神来管，他的不加让你流连忘返，乡里的饭爱上城里的碗，不过你是有一半。云儿飘啊飘啊，城门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城门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吗？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煎熬。到底怎么搞你们？总是这几首歌，这首歌我已经一个月都没唱过了，还说总是这几首歌，真的是。咱们来，把小爱还有屯屯的关注点一点。谢谢大家，我叫小爱，在榜十二的位置，给小爱的关注，辛苦了。谢谢大家，我叫屯屯，我在榜十三，榜十三的屯屯点点关注，谢谢。啊，谢谢，车哥，谢谢车哥，感谢。来。我先问一下直播间朋友们，如果我们再来创新，可能又是一团糟啊，是不是？要不要看我们创新啊，家人们？来个新歌好不好？来个新歌好不好？来个新歌行不行啊，家人们？今天晚上一直卡吗？卡不卡？今天不卡吧，应该。来一个新歌，我们今天创新的一个新歌，这不知道出来节效果怎么样啊，好不好？现在呢，因为我们的大舞台还没有弄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排新节目啊，很多东西等到大舞台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好好的弄出来。现在这个舞台太小了，家人们啊，好不好？来一个，怎么人就走了呢？我还没开始唱呢，就走了啦。把这个音乐换一下。嗯，双击屏幕，站在有没有两千万？有没有？有没有两千万？啊？来一千九百五十万，我们抽两千万，赞赞，一起双击屏幕把赞赞点一点，谢谢大家，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来，打开黄色爱心一起助力打榜，免费人气票在下面送出来，马上到两万人助力了，1.9万人来到两万人助力来，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人气票最后18分钟，哥哥姐们一起把免费的人气票甩一甩，
来，我们来唱一个，是一个创新版的曲中人啊，来，十三万人再冲一冲，我们来再往上走一走，一首我们今天下午改编的曲中人来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啊，今天改编了一下曲中人啊，好不好，来，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啊，好了，来，今天的声卡太不给力了啊，我们等下早点下播把声卡调一下你先把声音弄好啊，声卡弄好，我一开播就要唱了啊，好不好，来，我们来唱一首，我有这个混响大的哟，这个混响大的我都听不到我在唱啥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把榜一榜二榜三的关注咱们点一点啊，好不好，榜上大哥大姐的关注再走一走，哎，不是今天看不到大哥榜吗，还能看到是吧，人气包人气票，我们还差1000人泡2000啊，不是我今天在说什么，我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呢，怎么会这样呢，下午排练太累了，2.2万人助力，来，我们今天就到3万人助力就可以了，来，2.2万人，咱们到3万人助力就可以了，在头顶上黄三把人气票再往上送一送好不好，我们这首歌能不能冲到15万人，吞吞小公主啊，吞吞小公主，声卡，对，没有声卡唱不了歌，因为没有声卡就没有声音，所以唱不了歌啊，而且这个混响太大的话，这个唱出来可能就会听上去不太舒服啊，来吧宝宝们，已经2.5万人助力了，是不是，2.3万人，来，我们到3万人助力就可以了，每天给自己定个目标就可以了，我们到达自己的目标就行了，家人们好不好，来，13.5万人，从14万人，一首曲中人送给大家，来吧，再见一世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昔日浪漫的回忆如今早已变陌生，只愿老天太弄真坎坷的红尘。1, 2, 3 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初吻不知曲中意，再见已是曲中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昔日浪漫的回忆如今早已变陌生，只愿老天太弄人坎坷的红尘，接下来
系，把他们的关注再点一点。来，谢谢大家，先给我们把人气票走一走，最后十几分钟了。我叫小二，在榜十三，给榜十三小二点点关注，辛苦大家。大家好，我叫屯屯，我在榜十四，榜十四的屯屯点点关注，谢谢。好，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田少，我在榜十七，喜欢我的请给我点点关注，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金月，我在榜十六，我是一个唱跳主播，喜欢我的关注点一点，谢谢。还有浩东来。Hello， 大家好，我叫浩东，我在榜十一，喜欢我的给我点点关注，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来，马上十五万人了，头顶上的黄色爱心，来，头顶上黄色爱心打开。打开黄色爱心，助力打榜，免费的人气票，来，咱们在下面直接冲一个三万人助力就好了，家人们，好不好？来，二点五万人助力，来，还差五千人。呜，好，好，第三，呜，第三，哈哈 ，Let's go。然后我们是杨女士发疯组合，我们是疯婆子哈，疯婆子组合哈。还有呢，咱们很有创意，我们现在就是多给大家多点创意啊，好不好？干嘛？等一下我跟浩东还要跳舞呢哈，一会儿跟浩东还要跳舞呢。谢谢 M 哥啊，感谢。我们助力人数能不能到三万人助力？来，还差五千人，好不好？接下来再唱首什么歌呢？好累啊，唱什么歌？新动作，嗨不嗨，家人们？榜一榜二的嗨，关注再点一点，给黄子哥还有 M 哥关注点一点，谢谢大家。眉飞色舞好不好？会不会？会不会唱跳唱？来，来个眉飞色舞，来，今天就嗨到底。然后晚一点，我们就一直输，就不要那么嗨了，把嗨的全部放前面来，一首眉。